日前由李钟硕、郑爽等主演的电视剧正在拍摄当中，风情摄影师也是顺应民意赶赴剧组进行探班。当天刚入剧组，便看到身穿黑白拼接外套的郑爽站在场中，十分呆萌的左右张望，而随后身子安静下来的她脸上却是依然表情十足，嘟嘴翻白眼，左瞟右瞄，眼神流转，种种表情都是萌度破表。随后她脱去外套，内里一身中性十足的衬衫，与助理在一旁默记剧本。当开始实拍后，只见她再次来到墙角，调皮的将领带用牙咬住，侧脸偷看，似乎是被发现后就迅速转头将领带放下，一举一动间都让人如灌糖水，甜度十足。刚开始正式拍摄后，只见郑爽偷偷的在墙角向一边张望，显得小心翼翼。此段拍摄完毕后，郑爽与助理开心谈笑，开始另一段拍摄后，只见郑爽来到一间房门外，用手扭动着门把，但没有想到的是门突然向内打开，郑爽一不留神被带着跌进房中。结束之后，摄影师在片场终于看到了男主角李钟硕，听见他身穿黑色外套正低头浏览着剧本，随后又与工作人员交流起来。在摄影师的镜头当中，李钟硕的侧颜也是十分的帅气，等待拍摄时他也是不停地往嘴中塞着零食大口咀嚼。在拍摄完毕后，李钟硕手搭女助理的肩头，十分开心地返回酒店，回到房间休息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